你遇见诗，我遇见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新成。之前已经为大家读了风和雅的诗篇，上期介绍了风一般是民歌，雅呢算是宫廷音乐，大多数是贵族文人的作品，而颂是宗庙祭祀时候用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，所以一般思想性和内容上来讲，颂不如雅，雅不如风。周颂，清庙之时，列文。列文毕恭，惜兹止福，惠我无疆，子孙保之。无风靡于耳邦，唯王其崇之。念兹荣功，继续其皇之。无敬为人，四方其顺之。披显为德，百弊其行之。呜呼，前王不忘。商颂，玄鸟。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宅阴土茫茫，古地命武汤。正有必四方，旁命绝后，言有久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待，在武丁孙子。武丁孙子，武王米不胜，龙骑十胜，大赤事成，邦畿千里，为民所指，诏谕比四海。四海来阁，来阁齐齐，景运为和，因受命咸宜，百禄是贺。周颂，陈宫之时。陈宫，皆皆陈宫，敬尔在宫。王离尔成，来兹来如。皆皆宝戒，帷幕之春。亦又何求？如何心愚？乌皇来谋，将授绝明。明朝上帝，弃用康年。命我众人，志乃简薄，眼观志异。祭祀所唱，大多都是歌功颂主，祈求祖先保佑好运势，但仍会警示自己的臣民谨慎公务，勤奋生活，尽人事以求天命眷顾。好了，《诗经》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